兄弟们啊，来鱼了！看着这27号的杆子，应该还是鲤鱼，要是青鱼可就好了。就喜欢青鱼啊！这是早晨第三口啊，咱这边一般口早上都晚，这是第三个了，第三尾不知道什么鱼，应该还是鲤鱼的面大，一直在猛杆要线吗？在湖北钓鱼啊，湖南湖北地区钓鱼不喜欢鲤鱼，这边喜欢啥的，扁鱼、草鱼、青鱼嘞、鲫鱼嘞都可以，就鲤鱼不好啊。再说带我回我们东北了就喜欢了，特别喜欢鲤鱼，这地区不一样啊，这叫地区文化，饮食文化也不一样。看这弧度不小这条鱼啊，看别人好的姿势，看看小帽戴的，看看杆子啊，应该是有力量啊。现在最主要就是没看见什么鱼，过去了，过来了，不像鲤鱼呢，怎么？是不是青鱼啊？看一看啊，我看露一面，大鲤鱼呀，青鱼去了，又是一条大鲤鱼，要不能干着这背成这样。钓鲤鱼过瘾呐、啊，它有力量，看，这大鲤鱼不小，这也不小啊，这个大鲤鱼带着草回来的啊。你啥？你还得往左边带，这个拉前滩上去，让它拖上来。你要这边拖棱着，昨天不跑了吗？是不？你至少换了个姿势啊，换了个方向，来了，过来了啊。看看这老家伙啊，你这个棱你不能往这边拖，看着没，你都抱上来吧。哎呀，看着大家伙这比例啊，好嘞，上岸了啊。这大鲤鱼啊应该有个十多斤啊，咱别说太大了。群河水库啊，这大鲤鱼太漂亮了，这阵鲤鱼、草鱼、青鱼基本温度已经到开口了。熊河水库是钓鱼的天堂，酷钓啊，非常好。这4.5米的水面，欢迎大家来垂钓。